8月22日，产下二胎宝宝的谢娜本计划在下午2点开启直播正式复出，可谁想却闹了个大乌龙，应声而来的网友们准时准点齐聚一堂，谁想直播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一直处于黑屏状态，大家都急了，纷纷留言问这是咋回事。在黑屏7分度钟后，大家连人影都没盼到，直播就草草结束了。不过虽然全程黑屏，但大家的热情可丝毫不减。据统计显示，这场乌龙共有63.6万人共同见证，那简直人气真不是盖的。据事后粉丝透露，直播间因为观看人数过多，还导致他直接被封禁了。天哪，难道这就是太红了的烦恼吗？今天早些时候，就有网友拍到谢娜久违现身，应该就是在前往工作的路上吧。虽然这首秀让不少人失望了，但大家不要急着难过，有小道消息透露，娜姐目前的工作邀约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，相信重新见面只是时间问题。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